中国因何而可爱？这里激荡着中华文明的悠悠回响，弦歌不辍，生生不息。可爱的中国因何而可爱？他始终对世界抱有真诚，与河山一同欢笑生长。可爱的中国因何而可爱？他从不放弃信念和梦想，将时代的伟大跨越化作每个人的幸福和成长。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。曾经的憧憬变成现实的图景，今天的我们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。来者争流，奋起者先，千帆竞马，勇进者胜。这是可爱的中国，叫我如何不爱它？这